撒娇三十秒，撒娇三十秒，来，等一下，撒娇三十秒，还是一样，我坐着。干嘛？我对你撒娇吗？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情境，就是我现在是老师，你寒假作业没有做，一张都没有做，然后你请求我不要惩罚你。啊，好，我来。你为什么是坐着？你给我站起来！不是，你给我站起来！老师，老师，还好意思坐？寒假作业都没有做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，不是，老师，你听我解释一下。你还在顶嘴？老师，张嘴！老师，我知道错了。你哭都哭得那么难看，你知不知道全班第一的小王哭都比你好看？你哭起来像个笑一样。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老师，你听我说，我寒假作业我真的做完了，但是开学前一天晚上，我因为作业做得好，我爸爸妈妈奖励我，就奖励我你新的新的作业是不是？不是，他们就带我出去吃饭了。然后因为我那个饭店不让带我们家的狗，然后我们家狗就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在家里乱。你家狗生气了，然后在你家哮喘了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实在太难过了。就我家的狗狗把我的作业撕了，然后这我做的好好的那个作业，它就咬全部咬碎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不信，你问我爸爸妈妈。也可以，错了，我这个学期考试肯定会搞好的，老师。可以，好不好？这样啊，小王，这样吧。你明天呢也不要来上学了，你把你家狗带过来，让你家狗上学吧。老师，你不用。可以了，你别可以了，不，你别别别别别，求求你，求求你让我赢嘛！别，求求你让我赢！别，你这哭起来像笑一样。哎，这个撒娇可以吧？撒我撒了应该有一分钟了，有一分钟了。我是这样的，如果就是你去参加那种议员，那种议员就是演讲，你去这样撒娇的话，这个国家算是完了。这个不是这样，我是只有这种场合很少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正常情况下我都是非常的威严的，只有在就是可能说我们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，我放下自己王子的尊严，然后去做这些事情。当然现在不是这种场合啊，现在只是因为就是为了大家满足一下大家这个变态，都怪你们，谁想出来这个惩罚？可以，你来惩罚，惩罚吧。耶、yeah, ，这什么？撒娇撒，我已经撒过了。哎，可以，来，疯狂还要撒娇啊？这样吧，你有没有当过打工仔？我没有当过打工仔，我有当过。我来给你评判，现在你就是打工仔，我是老板，然后你干的不好，就比如说现在你是便利店老板，然后我晚上叫你把那个今天过期的那些面包啊，还有那些就是热食给处理一下，结果你睡着了没有处理，导致店内就是囤积了很多，损失很大，我要扣你工资，今天工资没了。这么具体的吗？对的，这么具体的。我们刚才还没有转圈呢，这个我们而且你这周没有打卡，涉及时间的，我们看看我到底要撒娇撒几秒。我们来，对，我现在先给你设定场景，现在我是店长，你没有处理好昨晚的生食，而且今天你也没有来上班，而且你这一周都没有打卡，完了呀，我忍无可忍了，我 staff 了。我们来测一测撒娇多少秒。多少秒？80秒。80，我知道，拿锤子来了。80，知道，我现在是店长。等一下啊，你是小王。小王，店长你好。太过分了。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。不对，すみ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放开我。すみ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那个，私は。打工人です。アルバイト。このこのあのねねね你要不然说普通话吧。对不起啊，店长，对不起，店长，真的很抱歉。你以为说对不起就可以了吗？今天店里的损失怎么说？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偿还的吗？店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吧？这样。有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你平时工作这么辛苦，哎，是，对吧？不要为这种事情生气。就是你当店长是吧？你为这种事情生气很，就是身体累坏了怎么办呢？哦，我身体很好啊。你身体很好吗？但是今天你不说，看得出来，身体真的很好啊。但是，好威猛啊，店长。
啊，那倒是，就透过你的衣服都可以看得出你这个肌肉的形状了啊。那确实，平时一定有好好的在锻炼吧。啊，那是每天都在锻炼啊。那对，就是我听说锻炼的人都会，就是除了锻炼的身体之外，意志也会锻炼特别好。哎，啊，那倒也是，对吧？啊，这点你倒是可以，是吧？就是所以我觉得，就是对于像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店长您一定不会在意的，对不对嘛？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你给这个，啊，对啊，话就是这么说的嘛。店长，你真是，我一说，我还没说多少，你就明白了，你真聪明，你太聪明了，店长，不愧是就是，人家都说头脑发达四肢，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但是你的头脑跟你的四肢一样发达，真厉害。店长，我好，怪不得只有你才能当店长，我只能当这种小小的店员呢。啊，你说的也对，嗯，那这样吧，就扣你2000工资吧。2000还有点多，店长，人家每天吃饭就要吃掉1500呢。你说什么？我每天吃饭就要吃掉1500。每天吃饭都要吃掉1500。嗯，你当店长吧。好，我就是店长了。你每天吃饭都要吃掉1500。你知道打工的时薪是多少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去那个一点点里面打工，一个小就几年前一个小时是那个最少的时候18块钱。18块钱？你1500块钱，你要打多久才能吃一顿饭？哇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的吗？哇啊！哎，我开玩笑，怎么可能呢？但是有没有觉得，就是我通过这个撒娇成功的缓解了这个危机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你很恶心。干嘛嘛？